BTS 防弹少年团接受玩群乐的专访，超级台湾味。主持人司令不只教大家实用的台语，还准备了台式便当和手摇饮料，让 BTS 居然进入忘我的世界。不管专访还在进行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广告回来就知道喽。불타오르네掌声加尖叫，欢迎防弹少年团 BTS。先请他们跟大家自我介绍，打招呼一下。女生吧，大家好，我们是防弹少年团。大家好，我是杰欧。大家好，我是杰明。大家好，我是段小薇。哇！大家好，我是任武。大家好，我是雪清。大家好，我是旭哥。大家好，我是魏。韩国超人气大师团体 BTS 防弹少年团2016年展开新巡演，海外第一站就献给了台湾。陈孔导接受完全娱乐的专访，自然不做作的模样，可让主持人司令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身为海外第一站，一定要有点 special， 可不可以请他们每一个人跟粉丝对着镜头，给粉丝一个单独的一句特别的话，然后一个可爱的表情，放电、性感都可以。那我再加一个，不能重复，所以这个不行了。然后这个，哎，不行了，可以吗？所以最后一个最倒霉吧，谁想到谁先就可以。所以这个不行了，转身不行了。啊，这个可以，唱一段吗？这个，노래를불러도되고요。민초，哇，这个可以，这个可以。我想知道那个舞蹈在编排方面，大家第一次看到那个舞蹈那个 dance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其实我有看他们的这首歌，然后我觉得很好看，舞蹈很好看，我有意图想要学他们的舞蹈，但失败。唯一学起来的就是这首 Red Monster 的那句，哎，就这个，哦，就这个，然后跳起来就没有了。뭐처음봤을때처음그끝까지아이거정말안무가어렵다생각했는데막상배우보니까처음끝까지어렵더라고요 아대만에서좀괜찮나봐요형되게잘해주세요欢迎常常来，欢迎常常来。BTS 真的得多多来台湾啦！超开唱的时候，还有一堆 ARMY 们只能在外苦苦守候，就知道有多超人气。而司令也顺势教 BTS 几句实用的台语，可以更加拉近与台湾粉丝的距离。毕竟这个很重要。姐姐，金穗，金穗，金穗，姐姐，金穗。全国的安正的。姐姐，金穗。너무좋아하시는거아니에요향자는什么意思吗누나이거야누나이거야아유정수다이거성향하는거所以姐姐金穗就是姐姐金穗对姐姐金穗谁在台上说就可以跟台湾的女生讲姐姐金穗哇下一句姐姐这个应该很简单我走了好给我好看起来打给后大家好，欢喜欢喜，笑脸笑脸，欢喜笑脸，大家好，欢喜笑脸，啊，主赛跑，大家好，欢喜笑脸。他们粉丝会，哎，明天出场就麻烦用这一段，没有那么多，大家好，欢喜笑脸，笑脸。One, 天
但听到这一句的出现也太令人感动了，代表 BTS 真的有把玩语教的放在心上啦。除了台语，另外还准备了台式便当和手摇饮料，就是要让 BTS 感受满满的台湾味。哇，我先秀个镜头看一下，刚刚这个是叫做台式便当，来慢厨下油。这个韩国币不到3000块，哇，三千，对，哇，挺惨的。然后这里面呢有这个是猪肉的，然后还有很多其他配菜，然后这个是咸鸭蛋。不，哇，我慢慢，怎样？대박，哦，대박，이게다똑같은거죠，근데지금，哦，都一样。哇，싸다근데이거되게상큼한우와싸다오나이게오很好吃，好喝。이게무슨맛이죠이게제가신음식좋아해요아레몬오레몬오렌지이런거되게좋아해요아여기맛있어요오와우와우이제吃成这样아니진짜맛있어요근데便当也超好吃吗？他们现在完全没在管访问的，不要给我安静，他现在好，没关系，他们很敢，他们就边吃边讲。有人已经吃咸蛋了吗？咸鸭蛋，乌里亚里，我们咸鸭蛋，这是咸鸭蛋。可不要吃，可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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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맛있다진짜맛있다전부다진짜맛있어요어猪肉排骨他喜欢猪肉哦，他们真的没有这些反问的意思。哇，好吃，好吃！台式便当果真无人能敌 ，BTS 各个埋头苦吃都没在理会专访，人在精心。不过游戏还是要玩，放歌曲的超级短片段来让 BTS 猜一猜，到底对自己的歌曲熟不熟悉？等下比赛就他们7个嘛，现在通通都不准吃，猜到的那个人啊，也可以吃哦，对，不能吃了。好不好？谁先有答案，谁就举手。可以哦，可以哦。好，答过的人可以再答，好不好？所以也就是说，有可能有人从头到尾都没办法吃到。没事的，请播 music cue。啊！立先，하루만 ，just one day， just one day。对，没事的，恭喜！好强哦！所以其他人只能看哦，要拍到吃给他们看吗？好讨厌。好 ，OK， 第二题 ，Number Game。来，好，加油！好，进。他先的。走了。他第二。派友，加油！啊！好强哦，这第一个声音都听得出来。Number three, ready? Ready. Go. Normal dream? 어떤 부분이에요, 저 노래? 저요? 이거. 겨우 그 꺼낼 때. 겨우 그. 아그래. 이게 아니라.该说大家是太想吃便当了，还是真的对自己的歌曲超熟的呢？应该是以上皆是吧。但有眼尖的粉丝发现吗？刚在抢答第三题的时候，一样问吃个不停的 V， 居然。No more dream。你没看错 ，V 居然跟场外的工作人员主动要砸一个便当，会不会太可爱了啦？整个专访过程就是相当的做自己，进入到忘我的世界。而在 V、Jin 和郑国之后，还有谁也能继续享用美味的台式便当呢 ？Number four, go！ 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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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快有金，不要，不得不说，忙内这锅实在太强了啦，标准的不留口饭给人家吃。可惜这次专访时间不够多，大家有趣的一面只能放送到这了，就期待下一次还能在 BTS 好好的聊天玩耍喽。今天非常谢谢防弹少年团 BTS， Thank you very much。完全娱乐 BTS 真的好做自己，谢，肚子阿巴岛。